大家好，我是阿维兰奇的某 A，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Instant Dungeon 的高分挑战。这是一款 Roguelike 的游戏，迷宫自动生成，既然是高分挑战，永死要素也是有的。游戏模式非常简单，捡金币，躲避怪，找钥匙开门过关。游戏难点是随着关数的增加，地图会越来越复杂，怪物越来越多，光线越来越暗，消魂之处莫过于转角遇到爱。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转角处给你的想象绝对不亚于绝对领域。不说了，开始挑战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啊啊啊，失误啦啦。玩到后面真的太紧张了，被各种转角吓得不要不要的。这次换手柄玩，比之前的键盘玩的时候翻了一倍，开心。居然是第八，离第七相差不算太多，不过和第六比就有点不科学了。如果没失误的话，说不定就第七了。不过，前五都是怪物，你们都是怎么玩到这种分数的啊？看到前五的分数，我都在考虑考虑是不是要发这视频了。果然还是从第七开始看分数才科学吗？好的，感谢大家观看这次录的转角爱视频，也祝各位看官能在人生的转角处遇到自己的真爱，拜拜。